哎，老板娘，这块给你啊，这块给你。那你呢？我随便就好，这就是我的。你随便。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呀。嗯，你就那一块就好了哈。我随便就好。这糟老头子又坐在这里干嘛呢？啊，糟老头子出来哪里有什么好事？是不是？不就是欺负小蜜蜂的那些事吗？这个桶来风了啊！你们天天说叫老头子开盖有奖，开盖有奖。今天这么又到了开盖有奖的时候了嘛，是吧？就来开盖有奖。但是通过这个桶外面啊来观察的话，这窝蜜蜂新来的，刚分蜂过来的，这个肯定就是杀鸡取卵了啊！杀鸡取卵，没事啊。杀鸡取卵的事，今天咱也干了，是吧？啊，开盖有奖啊！像这个时候的话，对蜜蜂还是要尊重一点啊，安全第一。所以还是要装逼第二，啊，是不是？要那个哈，着正装啊，对小蜜蜂表示尊重。好，接下来就是开盖有奖喽。哇，又是蚂蚁多，哇，又是蚂蚁多，嗯，蚂蚁多的赶紧抱出来，轻飘飘奶茶，轻飘飘啊，这还掉了一小品下来哈，就是刚造的时候就掉下来，哎呀，轻飘飘奶茶，哎呦，Oh my god， 刚来一个了吧？刚来一个晚上的，刚来的，嗯，刚来一个晚上的，啊，那好多蜂掉地上去了，哎呀呀呀呀！哦，这个的话可以按照惯例了哈，袋子都不用摆出来，这个掉了一小米，你在地上干嘛呀？你妈有没有在这里啊？没在这里，你在地上干嘛呀？都是雄蜂哈，像这种都是雄蜂的情况呢，比较难看到它的蜂毛。这样，外面这里有没有？刚来的。嗯，就刚刚来的。人在不在？会不会在外面这里？里啊，外面这里有一小团。什么？外面这里有一小团，在哪里？这桶壁啊，桶壁那里。这一点算什么？说不定王在那里。王不在这里。像这个的话哈，就应该用倒进去的，才方便。那就把它倒进去。算了，那几块小小块的可以吃啊，可以吃。倒进去不就倒到笼子里面去了吗？那几块现在拿出来吗？那几块可是好东西啊，一人一块分啊。这个来了就是一个晚上的，昨天刚来的。咋这么巧呢？昨天来的就给你干了。昨天刚来的。也不知道他那个蜂王在不在家哈，哦，就是怕他等一下那个是二次分蜂的信忙出去交尾还没回来就有点坑啊，哦，像这种蜂群，嗯，哦，好了，不跟他玩了哈，他想吃了。哎，老板娘，这块给你啊，这块给你。那你呢？我随便就好啊，我随便了，我随便就好啊，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我随便就好，这就是我的。你随便。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呀。嗯，你就那一块就好了哈，我随便就好。坏家伙，要不再给你一块啊，再给你一块啊，这个是你的。还有吗？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哈，这个给我就好了啊。你两块呀、啊？嗯。你这不公平呐、啊！这么小一块给我。公平？你要什么公平啊？是不是公平？嗯。小蜜蜂公平啊？小蜜蜂辛辛苦苦累死累活的，它公平吗？是不是？不要在小蜜蜂面前跟我谈公平。很快就安静了哈，给他制造一点混乱呗哈，不然不好玩。好，接下来有请小蜜蜂找妈妈。老猴子吃巢屁。惯例。哦，不要老是说没按照惯例哈、哦，这个我就喜欢了。你看，它里面满满的都是水蜜，亮晶晶的啊、哦，亮晶晶的。哇，好久没吃上自口了啊、哦！啥味道？荔枝蜜的味道。真的假的啊？香。上面带有花粉，又香又甜，挺好吃的。今年的第一口春蜜